祝爸爸父亲节快乐。钟汉从小啊说他要睡在帐篷，后来生病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露营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让他感受一下帐篷的感觉。而且因为钟汉那个他坐在轮椅上，他的温度比我们一般还高，因为他整个是黏在那个轮椅上的，他因为是特制轮椅的关系啊，所以他那个整个背啊还有屁股啊都是汗。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哦，钟汉我们新的帐篷哦，看一下哦，超酷的哦，它搭起来很大哦，3米乘3米，哈哈哈哈。好酷哦，所以要帮忙吗？哎，还蛮高的耶。祝爸爸父亲节快乐。